然后我看过一个采访，肖军说跟赵寅成拍吻戏特别累，因为他鼻梁太高了，然后每次就你觉得呢？아저는몰랐어요힘들어하는지我完全不知道他觉得很累很辛苦那你觉得累吗예그래서저도그얘기듣고나중에촬영장에서사과했습니다미안하다고听了这一段消息之后呢，是后来在拍摄现场见到他，就跟他道了个歉，说对不起。那么어떻게하겠냐고사실코를어떻게할수도없고이번엔좀불편하더라도이해달라고얘기했습니다然后还跟他说，可是怎么办呢？我的鼻子就是长这样，也不能把它怎么样，所以就算接下来的吻戏。就算不方便也请你多多体谅、okay. 他有跟他讲这样子的话、okay. 可能 他听不懂，你知道这叫什么，就嘚瑟他不懂好，那有没看过这部戏的在现场，当然大多数都是看过的，那今天呢我们把这部戏呢又做了一个小小的剪辑，很多精彩的片段我们又要重新的播放给大家看一遍，大家想不想看？OK， 来，请看大屏幕。정신을 다 뒤에서 정리하십니다. 안녕!